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世界风之韩国印象》，我是张燕。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陈岚将并生巧手厨娘，学做地道的美食，品尝到八种不同颜色的韩国烤肉。然后他将只身一人潜入韩国最大的艺人公司 SM， 还会巧遇风靡亚洲的 Super Junior。 最厉害的是，他竟然为自己在韩国找到了一位大牌的导游，这就是韩国第一的厨神。本期韩国印象，韩国料理界厨神金秀珍女士厨艺揭秘，主持人的首尔求学之路仍在继续。探访韩国 SM 娱乐公司神秘嘉宾首次登场。你好，这个我还是知道哪里好玩的。对啊，太好了，今天开始我就有导游了。你想了解 Super Junior 的幕后趣闻吗？韩国印象正在播出。随着大长今、食客等韩国饮食题材剧的热播，韩式料理的知名度正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得到提升。其实这一切都来自于韩国料理界的一位幕后推手，她就是在韩国饮食界有着厨神美誉的金秀珍女士。金女士的簇拥遍布全世界，别说是明星艺人，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例外。너무예쁘다，太牛了！而且今天我也偷偷的来到了金老师的工作间，左右两面墙都是大牌的韩星啊，裴勇俊，还有这个是食客里的金正恩，这个是食客里的这些演员，食客金老师在里面是做美食导演的，这些都是他做的，还有王的男人，这也是他做的，哇，现代版的长今哦。你看看他在不在里面，在里面韩国最大牌的厨神。안녕하세요원장님간반갑습니다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네들어오세요为了以示我的诚意以及我的正宗，所以我特地换上了韩服来向金老师学习。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네那我们接下来是要做什么呢오늘은한국의대표적인우리고기의음식중에하나인불고기를만들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불고기我知道烤肉韩国烤肉네한국의대표음식중에하나입니다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可是韩食中的一道大餐韩国烤肉原料包括了各种新鲜蔬菜上等牛肉以及麻油酱油砂糖等佐料制作的第一步是切配这可是要考验刀工的看看陈岚平时一定没下过厨房洋葱要切得均匀最后再加上金针菇啊不了要弄干净弄干净不好意思喂偷吃啊你切配完以后第二个步骤就是酱汁了그다음요거는요리술인데뭐라고얘기를해야되나맛술그한국의요리로만든술이에요요리술오料理酒고마워这是这是整个整个制作的关键步骤嘛네그렇습니다예最后再加入白砂糖就可以制成酱汁了把牛肉切好后和蔬菜一起放入酱汁中搅拌入味现在开始可以热锅了喂陈岚怎么这么淘气啊好好听听师傅的那万一我先炒炒你比你好怎么办맛있으면먹어야죠그러나지금이제프라이팬이달궈지면리포터님께서여기다가넣어서볶아주세요그래서맛있으면은먹겠습니다这有点像铁板烧烹饪的时候在牛肉和蔬菜都快熟的时候再放入金针菇赶快尝尝吧味道究竟如何呢好吃你觉得呢잘했는데요아주大家看到了这是金老师说的金老师说好吃接着让我们看看金老师的那盘烤肉和陈岚相比究竟有何不同太好吃了你为什么
明明也是你教我做的，怎么味道就差这么多？ 왜 그러냐면요, 간장이라든가 모든 계량이 정확해야 되는데 조금씩 덜 들어갔어요. 怪不得他刚才不教我怎么装盘，大家看到这是我的。 두 가지 방법이 있다라는 거를. 刚才那个老师的他这个一装感觉就不一样了。 오늘 감독님하고 또 카메라 감독님하고 다 드시도록 하겠습니다. 这个老师做的就导演和摄像师，那我做的谁吃啊？要不这份摄像大哥您给吃了，我吃那份。这就是韩国第一的厨神和韩国第一厨神的最差的学生组的作品的对比。今天非常感谢金老师带我做了这么好吃的东西。 那这个我知道这个很有味道，很好吃。但是我还想吃到韩国最正宗的五花肉。 오늘 제가 저녁을 제가 대접을 하고 싶은데요. 우리나라에서 굉장히 유명한 삼겹살 집이에요. 거기는 그 여덟 가지의 맛을 내거든요. 제가 오늘 저녁 때 한번 모시고 가도록 하겠습니다. 그래서 看着您的脸去可以不用付钱吗？ 공짜 물론 제가 가면 공짜를 먹을 수 있지만 그래도 돈을 내고 먹는 게 더 맛있어요. 돈 내고 같이 제가 사드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 네. 好，那我还是自己付钱吧呢。 大长今天早上说了要带我们去韩国最正宗的烤肉店，我已经到了。那在门口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肉猪，后面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加上一个棕色，比彩虹还多一种颜色，上面还有八色两个字，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那大长今已经在下面等我们了，我就先过去了。韩国厨神推荐的地方当然不一般啦，这家烤肉餐厅不仅味道独特，而且它是不少韩剧的外景拍摄地。 据说啊，这个八色五花肉的专用酱料也是金秀珍老师专门研究制作的。看来陈岚少不了大快朵颐一番了。哦，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正好八个，不多不少哦，八种了。 여기 삼겹살은 여덟 가지의 맛을 내는 정말 그 새로운 삼겹살이에요. 그래서 인삼, 생, 와인, 솔리, 네, 그다음에 커리, 그다음에 허브, 된장, 고추장. 그래서 여덟 가지. 네. 오, 쎄.